一个就是好消息，对好消息问题对你来讲是坏消息，就是坏消息对你来讲是好消息，就是转过来的意思，然后好消息另外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讲是坏消息，就是老板娘这种小耳罩，五张小铁的，张生的，铁三角，就听看，它是张生的，它另外一种在对折，是啊。它是有 USB 哦 ，USB， 太酷了，我都是有 USB， 不是 USB 啊。太有音乐了，那个我放的是 CD 架，没有，哥哥，我只有这个而已，对吧？应该没有。这是 Touch 还是 iPhone？ 圣洁者，这太屌了！这里面居然会有德永英明的歌，对，这里面居然会有德永英明的歌，方便好。
这个是女性的。